这倒腾棍儿是不是？装神弄鬼，开始给人算命了。我来一雪前耻，这一把。这一把我们必须得打得过这个瑞文了。为什么碰到瑞文的时候，每一波的一级团都是这么拉呢？谁的人头？还行啊，嘎里奥的人头可以接受。我帮你打了，是上把瑞文吗？是不是上把瑞文？它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个瑞文他怎么死？他吃了个眼儿钱。哎呦我，你连眼儿都不带，直接插眼一 A 平 A 平 A 平 A 往后拉，你追你就死，别吃。别吃到底，嗯。慢慢抠吧，这个兵线永远不会过去。来，这波兵出来以后啊，把兵线推进去，因为蜘蛛马上删了，蜘蛛删了就会帮我们越塔啊，所以这波炮车兵给他补过去。我操，这么猛！来，蜘蛛马上到啊！好，你看你怎么死？来。定了，这交，我不交闪了吧？我也肯定是必死了，交闪也没用，不交了。那冰女来了。哎，奥拉夫才二级，其实这波应该打赢的。蜘蛛操作没操作好了，那两级奥拉夫，哎，这为啥不打呀？冰女也没技能了，打呀？后边瑞文，后边瑞文，没事，瑞文也打不过他俩，没有伤害。猴推线太慢了。赤手塔皮，好短呐！太短了，
想得我干。我马上生了啊，小妹妹。小妹妹，我马上生了。完了，我操，我他妈生了一级 R， 没事，他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，兄弟们，这波我们在第五层。蜘蛛也不知道啊，这都是不知道的。来，蜘蛛。还行吧，可以接受。哎呀，血钻啊。没有 R 呀，太难受啦。蜘蛛知道，蜘蛛也不知道，蜘蛛不会知道有人六级不学大的，兄弟们。哎，省了一个大招。下波还能打。别怕，来，你给我干他！你别怕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？我都有大，他没有大呀。那奥拉夫是个屁！我的兵线呢？我这都杀他都没掉血。那瑞文29个兵啊，8分钟29个兵。猴推线还是太慢，再快点就好。你还要杀他呀？没事，来就来呗，他又没有多少血。甩俺们一下，甩甩吧。行，撤，这波听你们的，不打了。那能走吗？那这波能摇了他吗？那肯定是不能。回家了，那必须得让他亏一波兵。这把就说啥的，兵底再狠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都不带出水银鞋的，我就笃定跟着瑞文单挑了。
실수해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미쳐 날뛰고 있습니다. 움직이고 봉쇄. 空一小波线儿啊！哎，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这瑞文47个兵，我们93个兵，他还去下路去了，他去下路干啥去了？你说你这，你说你发育这么差，你就别支援了呗，还非得要支援支援，越支援越忙，越帮越忙，帮倒忙。EJ 确实是有点肥啊 ，EJ 啊。五层塔皮，越帮越忙，换机吧，别玩了。你跟谁打呢？啊？你跟我打呢？小伙子，你这胆儿挺肥呀！那一个255的奥纳夫跑过来跟我打，瑞文疯了。瑞文是周树人，不是什么周树人，瑞文是周先生，瑞文直接疯了，人疯了，绿豆了。哎呦我一千，奥拉夫也疯了，奥拉夫很是疯狂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奥拉夫也疯了，都疯了。你们要都疯了呢，就咱们就赶紧推。啊，咱要是都疯了呢，就赶紧推，也别耽误时间。行，差不多了，挂机了，兄弟们，都疯了。那么对面为什么会都疯了呢？有些兄弟肯定就想问了啊。哎，既然有些兄弟问了，那我也不好意思不告诉你，有好东西呢咱就一起分享一手，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好玩的手游《山海经之仙魔仙
仙林将士啊，山海经之仙林将士，一款好玩的山海经手游，最近非常火爆的山海经手游。由于我们玩的山海经仙林将士，已导致他们全疯了。